晚上拨了一点时间到嘉里区的甲子园，听说是新开的哦。现在呢，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吧。我们是礼拜六大约八九点的时间过来这里逛逛，整间店满满满都是人潮。或许是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啊，开了这种大型的零食娃娃机店，吸引非常多当地的人过来这里哦来游玩。那这一间甲子园呢，基本上我看过去几乎都是以零食、糖果、饼干、饮料为主，杂货真的很少，几乎是没有。甲子园的话，目前还是以兑换现金为主，现金十块钱就可以玩。这里的糖果、饼干、零食种类啊，其实款式都跟一般的甲零食店大同小异哦，感觉上只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啊，看起来都是差不多雷同的食品商品。大约晃了一圈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挑几台来试试咯。洋洋开始来加加咯，快一点。躺着又站了，白烂吗？卡住一个洞，对啊。现场。抽不起来。哇，天女散花。
一下嘞。哎呦我的妈！达不到。对，就是一点点。哎呦我的妈！